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rnaman， 欢迎回来半精灵英雄。Yeah， 我们上一集呢打败了一个叫做那个合力嘛，对不对？打败了记忆，然后他就这样子消失了之后呢，我们现在来确保镇上的人记忆有没有恢复。好，来跟他们说话一下。啊，沙漠老鹰会掉怪物，但不过那家更会掉落。哦，这只是一些提示而已。鳄鱼只有科技男爵的手下才有那样的生物啊，这都是干话，不要理他。啊，过去有个强大的生物掉落在中央大街的海里，意思是要我去中央大街是吧？有一只僵尸站在那里，这僵尸他吃怪物蛋，我知道。天天富裕所，待会再去，你就去找澡堂看一下，给个提示吧。中央大街着火的屋顶来寻找重要物品吧。所以说我们又要去中央大街了，它有很多关卡都跟之前有关联。搜索工厂的最东面的后面吧。工厂，人鱼的工厂是不是？来买点东西。我想要先学啊，没有钱，好想哭哦。没有钱，先买一下变身速度。干，好快哦！这么会扭啊，我都受不了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停止录影了。哎，这谁啊？有一位老奶奶在工厂下的洞穴里，我听说他们常会买许多竞速赛的门票给他的孙子。小甜点最近好吗？哇，别那样叫我。好呗，听我说，我一直在想我们的兄弟去竞速大赛，但是两个都是穷光蛋。竞速大赛在甲壳海甲的赛场，海峡那是念峡。给我两张竞速大赛门票作为回报，我就送你一个好东西。罗蒂，你怎么那么难伺候呢？一票难求啊！这该不会是他哥吧？画廊，哎，我们可以去开一下画廊，哎，开一下，开一下。我们刚刚拿到一把画廊钥匙嘛，对不对？嗯，他说什么？送你某样东西。先来开这个好了。概念艺术。哇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有啦，是一个概念艺术作品集，赞赞的，赞。哇，好卡哇伊。没了，我的钥匙是不是只有一把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后面，不知道前面这四张伺服是哪时候会开启啊？好，没钥匙了，对不起 ，I'm sorry， 没有就是没有。哎，这两个是谁啊？哟，这是谁？好可爱哦！嘿，美女，图奇跟维尼格，你们是军火男爵的士兵，放心吧，我们不是来闹事的。我们正在休假中，每次被派驻到新的地方，我们都会特意品尝当地的美味，趁事态还没恶化前。我们听说这里食物好吃到不行。我想中央大街上就有一家餐厅，但它有地方着火了。不不不，不是那种东西。我们来品尝鳄鱼排的。听说人鱼瀑布的阴暗洞穴里潜伏着某种爬虫类的动物。两份鳄鱼排全熟，那就更棒了。务必烤了恰当好处，用大火将之类吧，都屁话屁话屁话。哦，所以说给他鳄鱼排啊，我们就可以拿到门票。了解。嗯，我想一下，学一下火球术好了。25，三重火球术。好，随便。好，烧一下鳄鱼，拿一下那个鳄鱼排。啊，刚刚有个小孩子跟我讲说，用火焰攻击可以拿到鳄鱼牌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错。好的，先存个档。然后我们要干嘛？去中央一下，先去中央。这样子螃蟹就可以往下游嘛。哦哟，原来这边有东西，酷哦！嘿，赚到赚到。耶、yeah ！新之气，爽！千万不要变错啊！变错哭给你看。
哇，这边麻烦。屋顶没看见屋顶。这边就有水。吸到我了，干！不要！这边有一个 ，Yeah baby！ 绿知识可以干嘛？没说明啊。编辑绿宝石可以转位成魔法，什么鬼东西？他说编辑绿宝石可以转为魔法，感觉就像是怎么讲？绿色金币攻击可以变成 mana 这样子。哇，上不去！哇，这个地方该怎么办？没有平台让我上去啊！会不会到时候要学什么新技能？到时候螃蟹学了一个新的技能，什么攀爬树之类的，或者是变成其他海中生物才有办法进去的地方。好吧，只能先这样子。洞穴里面啊，我们要去工厂用那个烧那个什么鳄鱼肉给他吃啊，烧鳄鱼肉给他吃啊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们去烧一下鳄鱼肉吧。只是我忘记工厂是人鱼工厂是在哪，在第二阶还是第三段啊？算了，走一遍看就知道了，怕错过。刚好又有海，可以变螃蟹下去。哦，一个。多了一个新的敌人，怪物蛋哦，原来怪物蛋是给他吃的，呜，酷哦，哇，这边过不去，螃蟹的行动受阻限，哇，这个也不行，我不能攻击，像是这个要怎么拿？大象，碎。哦，人鱼舞，自由移动。哇，哦，终于可以上下左右了，但是没有攻击力啊。原来这样代表下面可以直接拿了哦。我们下面可以直接弄了哦，这里吧。那我到时候可以直接回中央拿那些道具了。直接上来了、欸。哈哈，可是我上不去。刚才你在我上来了。我想说跟我开玩笑嘞。啊，画廊钥匙，赞。变错了。嘟嘟嘟嘟。我还可以走这边，哇，过不去，算了，感觉好像需要什么能量之类的。这边也是哎，各种石头的阻挡，被限制了。我来啦！哦，原来这边一个沉默之魂呐、啊。过去吗？啊，算了，想太多了。
不知道还有没有。他说还有一个在东边的工厂，我去工厂看一下。一个在工厂啊。这个也打不到啊，那么大一块怎么打啊？哦，变错了，我们应该变鱼人的。哎，不用哦，这里不用变鱼人哦。哎，不行！猴子，你好，小姑娘，我是水滴奶奶，我应该请你坐一会，但是现在手忙脚乱，你也看见了，我的孙子都跑了。要看好小淘气有如大海捞针般的困难，他们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。好，真是太好了，我送你东西。哇，这样我们可以收集五只了欸。可以用了，可以用。哎呀，终于，太赞太赞了。没办法解的东西一一都解开了，都解开了。天啊，这小坏蛋。那我们就要往回走啊！妈呀，还往回走！你看，这都可以攻击人啊！一个愤怒抓击，抓死你！有没有加藤鹰的手势出现了？哦，来啊，撞破啊！啊，想太多了。我觉得那是到时候别的能力啊。有，好用好用，想太多了。好，刚好可以回去，不错，至少可以回去啊。这边吧，我们几只了？我们还差一只，这只解完应该就可以还任务了，水滴奶奶的任务。记得最后一只好像是在这附近的样子。等一下，那个墙壁该不会是用炸弹炸吧？应该不会是我想太多了。会不会是在利用这个鱼饵？不是鱼饵，利用这个来炸掉？因为它会爆炸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攻击它一下会爆炸，有没有？可是它不会动。重点是他不会移动，那这样也说不过去啊！算了，来，最后一个在哪里呀、啊？这边，收集完毕，回去找一下水滴奶奶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找到了。哦呦，一张啊，才一张，我们还差一个，就是鳄鱼肉了。哎、欸，有传送门，这算赚到吗？知道吗？哦，蝙蝠舞哦，会飞了，会飞了。哇，只能飞直线哦，不能飞上下哎、欸。这家伙只能飞直线，不是你啊！后面这两位啦，交出鳄鱼牌，多余的门票拿去吧。嗯，鳄鱼有那么好吃吗？哦、我们去开，可以继续开画廊了，去嘞。看一下，哦，概念艺术集耶，可恶，都是背景，不是妹子不看，抱歉，我就是这么的现实，好吧，没有妹子可以看，表示难过伤心。我们刚刚只拿一把嘛，对不对？好像是。哦，他们吃完就走嘞，好吧，来，两张两张，交出去。
黑暗水晶碎片，那我们来插一个光明的。你拿着黑暗碎片做什么？不要问。哎，和我们一起去吧。你可以在赛场上见到艾伯纳、阿波还有我。不了，谢谢。罗蒂托普斯今天忙了一整天。来嘛，人生就是要及时行乐啊，对吧？我再考虑考虑。现在我得把碎片拿给叔叔。我们先买一点东西好了、啊。火焰放射350，刺球，风暴圈。我想要买一点，买一点。我想先买护甲，嗯，然后再来买一点速度，让我更快速。好了，我穿比基尼护甲，我怎么整个装备没有提升？怎么还是一样？哇，头不会断掉、啊。叔叔，我来了，找到了。你这回来真快啊，而且居然带着黑暗碎片。你不是还在担心吧？没有，拿去。装碎片上面是装在最上面，看到了吗？没看到。哦，看到了。还差两个零件，接下来呢？光明碎片，欸、你是谁？这人是谁啊？你们能保守秘密吗？发小，不能。嘘，过来，偷偷告诉你们，抢劫。嘘，当时我正在车下修车，所以他们没看到我。当我听到整件事情，他们会在甲壳海峡今日金属大战时候下手。如果他们发现是谁告密的，我们就死定了。请当我没来过这里。是谁要抢劫啊？甲壳海峡是那一年一度的魔毯竞速赛举办的地方。犯罪行为可能是使数百名无辜的观众陷入了危险。拿去。好，就是地图，要去下一张新图了。谢谢你叔叔，我去竞速了。啊，刚才不是说不要吗？怎么又去竞速了嘞？啊，不是说不想，我们去回一下曼娜。不是这里，走开。这里。啊是，回满回好。去竞速喽，准备启程 ，Go。下一关，竞速时间。有人可以告诉我这究竟怎么回事吗？还有他怎么在这里做什么？哎，要感谢他把票分给我啊！好了，大家听我说，在莱梅桶镇的神秘人相信，在今日竞速大赛的时候会有大规模的抢劫。有人想抢魔毯，人人都有嫌疑。我会冒充其中一名飞行员进行卧底。天天和波罗你们两个就在观众席上监视。至于罗蒂的话呢，啊，就当后勤人员吧。哎呦，变那么快啊！哇，好正哦！你看，我是僵尸赛场女郎。我相信粉丝会把你，会想吃掉她的。如果他没有先吃掉他们的话，去你们两个！听起来好像轮到你上场了，我们上吧！祝大家好运！啊，分配好工作了，准备上吧！哦，怎么会是这样子？哎、欸，等我啊！哎，怎么这样子？哇，好酷！啊，我都掉下去了！啊，扣血了！嘿嘿嘿。哎、欸，他们好屌哦！这谁啊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会一直往下掉？为什么会一直往下掉？喂喂喂喂喂！我还搞不清楚状况，这个游戏怎么玩啊？好，大致上知道怎么玩了。哇，他们这个飞毯还有那种，还有人的飞毯居然长这副德性啊！这么大一个。
玩法也没稍微讲一下，就直接开始，还可以攻击他们，实在有够好笑的。噔噔噔噔，不过还蛮创新的啊，我觉得他这个游玩方式真的都好特别哦。哇，再见，谢谢你来接我。啊啊！每个我都要打到才行，我洁癖啊，掉下去了。来，可恶！这谁？哎，是那两位耶！又来一张魔毯，维尼格，准备罩住他，维奇。哦，图奇不是维奇，抱歉。原来你们两个就是抢匪，我们是奉了上级的命令。没错，把那张魔毯交出来，美女。不要，休想。好，这是你自找的。BOSS 战呢、欸？马上进入 BOSS 战，这样。啊靠杯！哎，来啦！你的魔法厉害，是我厉害，轰掉你们！哇，三发三发中子弹 ！Fire！Fire！ 没有没有魔力了。好，我们应该可以吃点东西补个魔之类的。有有有！他们血好多、哦。Good job！ 你的头发有我快吗？哎、欸，打不爆哎、欸，他们好硬哦、喔！哇，合体了，合体将军啊、喔！哎、欸，那好像是逆流的、啊，解体了他们。好，打爆一个。硬 A 硬 A。结束了，能胜利，搞定他们两个了。现在就来追查他们把魔毯送去哪里了。哇，这场的 BOSS 战打得还真快啊！储存完毕，还有续哦，还有后续哦。这谁啊？为什么他们的这个敌人伙伴都是肥仔，只有他们两个是正妹？太不对了吧？应该都要他是正妹才对啊，对不对？太可惜了。到底要来几个啊？感觉这可以拿来刷钱呢、欸。我要走，我要走，不理你们了。哎、欸，哇，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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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以为不行嘞，原来是隐藏通道啊！喷一下就死了，这是在玩什么、啊？洛克人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来不及，先变老猴子预备一下。画廊要死，快点快点快快快！
这喷一下是直接挂的。可恶！What the hell？ 太远了是吧？蛙虫走了，我趁你。不过应该都清的差不多了，不会再出来了哈。用猴子比较快。好、哦，过来了。这边要暗门。太棒了！哇，这怎么过去啊？一次性发射这么多？大象冲刺吗？猴子？哈哈，哎，这不行啊！不行！再一次，哇，速度超快的那一种，不行啊，这怎么过啊？我要用数的，三、二、一，不行，三、二、一，三、二、一，三、二、一。欸，成功了，爽！我是不是超强啊？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这么厉害。三、二，来不及，哈哈哈哈！没关系，我已经拿到了，无所谓了。Who care？ 你哪时候出来的、啊？下面有人。这里各种隐藏的门，而且很扯的是，它明明是在室内，哦，那室内还可以被打飞成这个样子，做的不对哦。哇，这个需要从另外一边绕啊，走开哦，差一点。我干嘛？有，打完了吗？存档，成功！哇，更长欸。噔噔噔噔噔，撞！哇、哦，真的超厉害的！弄了！哦，原来刚刚那一关需要用这个冲刺过啊！哇，不能往上飞。这个可能到时候学习往上飞的那个能力吧。我已经没有什么能力可以往上啊，没有，之后的问题。哎，这可以下去。哦，那这边有一朵花了，这花到底能干嘛、啊？这花一定有鬼啊！是不是？居然被我发现这秘密基地，应该用人鱼。前面有什么？哦，宝箱在这里。
该是要爬那个地方，对，这个地方。嗯，哪里狗？不是这样。等一下，这个宝箱是怎么取得的啊？从这里爬上去也不太对吧？而且我在猴子里面，我变成猴子，我也不能游泳啊。你说用大象？大象变也不对吧？可能到时候会学会一招，就是攀爬之术，或者说大象可以在水里什么之类的。我想是这样吧。这暂时无解了，到时候再来。我哩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想先上去看一下那里有什么。我靠，死了！哇，居然从这边开始。我直接从下面走好了，重走，重走。啊，原来上面没东西啊，靠背啊！抱歉，我错了。要重走了，难受。继续。他们源源不绝。不行不行，这个话，哈哈，太屌了太屌了太屌了，哇，我什么都看不到，What the hell？等一下，你这个地方你不照亮，你是要我怎么过啊？摸空是吧？感觉好像要什么能力之类的。哎呀，怎么办？我好像没有尴尬了，尴尬了。要没血，要没血了。撑住啊！我完全不知道在哪里耶，我巷子摸巷，瞎子摸巷啊！变猴子跳过去好了。放弃，没什么用，不是这个了，还不赶快打 BOSS 啊！哦，抱歉，好，只来看一下而已。I'm sorry。
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个我貌似会哦。瞬间懂了怎么做了，你看是不是？抱歉了，我真的是太厉害了。然后知道怎么过，猴子。有没有？太丢了，我真的太厉害了。有拿到就是爽，我们爱心变好多哦。解决 ，so easy。嗯，哎呦。嫩，终于摧毁掉了。嗯，结束了，就这样。不打 boss 了 ，boss 前面就解决了。哇哦！哎，看来该不会是 boss 吧？一颗眼睛而已。军火男爵啊，原来他就是军火男爵啊！不出所料，果然是你。该死的！那时候见你，可是我花了众人出资50亿元。不要脸！你以为靠作弊就能赢得竞速比赛吗？竞速赛？呸！我才不在乎什么与蠢民的这个空中特技表演呢，我也不在乎什么奖金啊！我要的是征服世界、制空权。小姑娘，虽然装甲舰很棒，但我还需要这个空特部队。不过因为魔法蚕已经濒临绝种了，而且非常可爱。魔法蚕是什么？所以我只好从那些书家那边……哦，魔毯的蚕丝啊，魔毯制服啊，让他们飞起来啊！就让你看看吧，士兵们。哇哦，他动作好好笑啊！展开魔毯分队阵型。哇，他把那些……哇，变身呢、欸？哇操！会飞了！哎、欸，刚才真的飞起来了。咱们就让这个小妹妹见识见识绝妙秘籍的阵型吧。哇！连续打两个 BOSS， 限量版大嘴巴。哦，现在什么情形？看、啊、他用人形堆叠，好笑哦。哇！没用啊，只是肉盾而已啊！快点快点，速刷速刷！哎呦，其实还蛮烂的，说真的。哦，越来越多了。还好我有学那个攻击速度，清好快哦，有学有差哎、欸。你只有两只在那边飞而已啊，没屁用啊。还来，我被打才一滴而已，哇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，这个阵型好恐怖哦！是你速度快，是我速度快，不行了！哇，手好酸呐、啊，哦，终于，才刚说手酸而已，那。我打爆你的魔毯了！哇，四角裤好可爱啊，呵呵。
怎么会这样？哎、欸，啊，你的衣服怎么还在？自作自受吧，你被禁足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我可以命令他？所有努力都化为乌有了，活该，军火难绝。嗯，这不是那些他的小伙伴吗？啊，不把他气捕哦，还让他们放他们走这样子，我也有声音吗？各位先生女士，看来军火难绝，把今天所有参赛者都搞垮了，除了这位紫头发的新人。换句话说，裁判啊，没有裁判。嗯，没有裁判，冠军出炉啦！居然拿冠军，太扯了，笑死！就是我啦，爽！结束。啊，打好久、哦，天啊！非同小可，这游戏新的变身。老鼠舞还能变老鼠是吧？进入狭小空间，老鼠舞又用到哪里呢？我靠，也太小只了吧！狭小空间，我还真不知道啊！狭小空间是吧？怎么下去？哇 ！Oh my god， 超酷的！哎、欸，看这，他这个做的好酷哦！他这个设计真的超屌的，我很喜欢，我超喜欢的，我很喜欢他这个设计。我说真的，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设计，这么的 amazing， 魔法、啊，第一名是吗？听起来挺威风的、啊。那我们看看你赢了什么奖品？我拿到什么？终身提供人鱼瀑布出名的怪物罐头啊！哎呦，我才不要了！尤其现在我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了，那我就收下喽，来给他吃。人生就是要及时行乐，对吧？叔叔，你的机器进展的如何？差不多快完成了，我把电源接上了，啊，磁铁也通电了，已经能看到黑暗魔法粒子在抑制这个球体内聚集，我想这表示是时候去找光明碎片了。你觉得你能胜任吗？能不能很快就知道啦？快去找班仔啊！他说我去让班仔准备好随时起飞。祝你好运，路上小心呀！好的，又一天平安的度过了，感谢我们半精灵英雄的努力哦。没有啦，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有个订阅，右下角有个喜欢，欢迎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半精灵英雄再见了，拜拜！呜呼。